日嘅主日崇拜现在开始，请各位起立。承载，承载，承载。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高声去诵读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请会众都起立，同天君天使一同去赞美我们的主。众人们敬。
未天父尊贵伟大，创始万有境界，灵明心中主是救赎，每天有慈空态，有意可听，就你当走近圣殿，天空中扎满心拥戴，实未天父真正奥妙，全地万有通了，如灵恩亦敦厚恩赐，随时要入宝藉，每秒每刻，上帝心恩安万丈，迷路到人就偏拐直。赞美天父工作顺利，全赖上帝遮蔽，是未知先体贴入微，无论动作有戏，每每细思上帝恩心爱无涯，神造伴侣似真福气，赞美天父心智灵魂从来焕发景仰，设下天下所有活物齐集颂赞歌唱，再见世间万众一心尊阿母，气氛高涨，阿门。有福的歌句，耶稣所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神后子，从圣灵通生主世迹，这是我心声，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声，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完全顺服主，满心欢喜，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无名处痴爱定处怜悯，这是我心声，我的诗歌赞美我教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声，我的诗歌赞美我教主，昼夜唱和。完全显于主，万事安宁，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
时刻仰望主竟圣灯后，满有主恩惠，满有主爱，这是我心声。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我们又在网上敬拜上帝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仍然不可以回到礼拜堂，但让我们仍然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祈祷。我们见到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打招呼，我们叫他的名字。有位的专家就说，原来叫人的名字是对那个人有一个 很甜的一个和应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声音。如果记得，即是那个人记得我的名字，对我的称呼，譬如有人叫 Albert， 咁我知道边个叫我，或者邓牧师，或者 Pastor Albert， 或者伯伯，我家人咧咁样叫，咁我哋嘅心灵里边咧就会觉得好被重视。唔知咧，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向佢祈祷，我哋点样称呼呢位上帝咧？我哋一齐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至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至到第十三节，我相信大家好熟悉呢段嘅圣经，系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至到第十三节，主祷文，我谂大家都识背添啦，唔使睇圣经啦，不如我哋一齐背啦，好唔好啊？所以你们祷告要如此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嗱，呢段圣经好熟悉，好简单嘅。耶稣教导佢嘅门徒点样向上帝献呈一个合佢心意嘅祷告。嗱，当我哋读呢段嘅圣经，我哋点样睇？佢对我哋有咩意义咧？我哋按照耶稣嘅教导，我哋向上帝嚟祈祷，以致我哋嘅祷告咧系蒙神能够是悦纳的。这段这么熟悉的主祷文，可能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识背，甚至可能在不同的牧者都讲过不同的道，但是让圣灵今天再一次来到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或者有一些东西上帝今天要藉着这段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在福音书里面呢，有记载两段主祷文的，都是差不多。一段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另外一段呢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两段都有少少不同，但是基本上面那个祷告都是一样。两段呢其实那个背景呢都是你发觉呢，马太福音呢就放了在这个的这个登山宝训的里边嘅，咁就系一系列嘅耶稣
在这个山上面向门徒来到去讲道，有不同的一些的教导，有不同的一些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天国的伦理，是门徒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去学习去遵守一个的一些的操守来的。咁喺路加裏邊咧記載咧，就係、其實係記載好多一啲嘅耶穌嘅醫治啦、教導啦，啲門徒嘅佢哋跟隨耶穌嘅時候一啲嘅一啲嘅行為啦、一啲嘅記錄啦，咁就唔係喺呢一個嘅講道裏邊嘅嚇。咁但係無論點咧，耶穌所講、所教導嘅呢個點樣祈禱咧，其實都係一個嘅好重要。今日让我们都明白我们应该有的祷告的心态和我们祷告的内容。其实怎样开始向天父来到祈祷，我们一开始祈祷的时候，我们怎样 去称呼我们的上帝，就等于我们见到一个人，我怎样去称呼他，其实都多多少少影响呢，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倾谈的内容的。耶稣教导我的门徒一开始就叫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看逐个逐个的字，我们看看好吗？首先呢，我们看看父。父对今天来说，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在聖經的裏面，希伯來文用這個字叫做，其實是 Aleph 和 Bet， 是兩個字母來的，叫 Ab， 原來加後面一個 A 就叫 Abba 這樣，但是基本上是兩個所謂的 字母 A 和 B， 如果是用今天的英文的發音 Aleph 和 Bet。咁喺呢個希臘文咧，就是、pata 呢個字嚇 ，pata 呢個字。咁咧就有陣時候你會睇聖經裏邊咧，就係、有一個嘅翻譯咧，除咗父之外咧，就叫阿巴父啊嚇。咁其實阿巴咧，呢、這個就係亞蘭文嘅 Abba 嚇呢、這個。咁其實即係當時耶穌嘅時代嗰啲嘅猶太人咧，佢哋講希伯來文，亦都講亞蘭文嘅。咁試過咧，喺耶穌有一次喺馬可福音都記載咧，佢喺呢個客西馬利園嘅時候咧，佢都稱呼阿爸父嚇，喺佢極其痛楚嘅時候。咁呢個字有咩嘅意思嘅咧？如果喺呢個希伯來文，其實咧喺希伯來文呢兩個字母咧，第一個字咧就係、第一個字母咧就係、好似係一個嘅好強啊，好重要嘅一個咁嘅意思。Bait 呢個字咧就係、一間屋咁樣嘅，有咁嘅意義嘅。咁即係話喺間屋裏邊好重要嘅，好有力嘅嚇。咁呢個咪爸爸咯嚇、爸爸係喺家庭裏邊嗰個為首嘅，佢係擔住嗰個支柱嘅嚇。佢係有重要嘅責任嘅，特別喺希伯來一個嘅父親咧，佢係負責教導律法。教导神的说话的。在一些的，我发觉在旧约圣经呢，其实不太多说呢上帝作为以色列人的父亲的，有在这个的出埃及记第四章22-23节呢，已经说了上帝称呼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子，是他的长子。以赛亚书呢，或者其他一些的先知书呢，稍稍都講到咧，係即係耶和華係以色列人嘅父，但係呢一種嘅父同個子嘅關係咧，其實就唔係好親密嘅，係一種嘅好似因為耶和華係當佢哋係父，佢哋嘅兒子，耶和華係佢哋嘅父親，咁佢哋作為兒子咧，就有呢個責任咧嚟到去尊敬父親。就好像在倫常的關係裏面，子女孝順父母一樣，就是這樣。所以在這個耶穌基督當他教導這個主禱文的時候，這個
帶嚟一個好嶄新嘅，對猶太人嚟講咧，一個好嶄新嘅一個嘅動式嚟嘅。乜可以咁嘅咩？咁樣稱呼啊，天父可以咁樣嘅咩？嚇、啊，有一位嘅啊，有一位啊，呢個頭先就講嗰啲嘅拉比嘅文獻裏邊咧，其實就係提到啊呢一、這個嘅父親啊，以色列嘅啊神啊耶和華係佢哋嘅父親。但是就唔真係唔係太多記載，亦都咧係比較咧，好似啊好唔好親切嘅，係一個嘅角色，因為耶和華揀選以色列人係咁啦啊。咁但係耶穌嘅嗰個嘅對天父嗰個嘅稱呼啊，教導門徒嘅禱告咧啊，就好唔同啦嚇、啊。有一位嘅作者，一個新約嘅一個嘅作者啦嚇。啊叫做 Joachim Jeremias， 很出名的、啊、他在新約裏面特別研究耶穌的、這個的比喻呢是很出色的、啊、那他就發覺呢，他說、耶穌呢在天父的面前呢、啊、是有一個很嶄新的一個的親密的意識，與當時的猶太教對天父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而耶穌的阿爸阿爸咁樣嘅祈禱咧，好似表達咗一個小朋友好自然嘅、好親切地咁對佢嘅爸爸一種嘅信任嚟嘅。依一個咁樣嘅禱告嚇、啊，就喺當時一啲嘅拉比嘅文獻裏邊咧啊，佢哋都稱呼天上嘅父咁嗰種嘅啊，好似一個崇拜禮儀咁樣嘅公式咧，就係、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嗱，呢個就係呢位嘅 Jeremias 呢個嘅學者咧，係佢哋咁嚟到去描述，咁樣嚟到去體會到耶穌呢個嘅主禱文，教導門徒嘅主禱文咁嘅意義啊。所以喺個主禱文裏邊咧，你發覺真係一個小朋友向爸爸，佢有咩需要，佢就嚟揾爸爸，我俾求你賜俾我日用嘅飲食。佢做錯嘢啦，佢就嚟到爸爸面前。對唔住啊，爸爸，求你饒恕我啦！啊，佢越覺得佢自己喺危險啦，或者遇到有啲嘅困難啦，啊，或者有人攻擊啦，佢就嚟到爸爸面前求佢去保護。嗱、啊，呢種就係好似嘅小朋友嗰種嘅純真，唔需要扮嘅，啊，好自然嘅咧，就嚟到父親嘅面前。耶穌自己本身唔單止佢教門徒咁樣祈禱喎，耶穌自己本身都咁樣啊，常常嚟到去呼求佢嘅父親阿爸 Pater 啊。喺福音書裏邊，馬太福音就記載有57次佢咁樣稱呼父親啊阿爸。馬可福音有18次，路加福音有48次，而約翰福音咧最多嘅。約翰福音有111次，而正單單喺17章呢個大祭司嘅禱文裏邊咧，就已經講咗有6次父啊、Pater、阿爸呢個咁樣嘅稱呼。當耶穌喺佢最艱難掙扎喺客西馬尼園嘅時候，佢知道佢要面對種種嘅困難嘅時候，佢嚟到話：我父啊，如果可行。求你叫呢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嘅意思，乃系照你嘅意思。我父啊，如果呢个杯唔能够离开我，必要我喝嘅，就愿你嘅旨意成全。吓、啊，一个好单纯一个小朋友，有咩事都愿意嚟到神嘅面前，嚟到父亲嘅面前。所以我哋。在我们的家中，我想每个的家对爸爸的称呼都不同的，是不是？有些叫爸爸，有些叫阿爸，有些叫爹地，可能有些叫老豆，这样。但
但是什么称呼都不要紧，每个家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些的文化，由小到大的都是这样叫的，那种很亲切很自然的，是一种很长时间的关系，因为经历过有哭有笑有悲有愁有困难有开有顺境，是不是？所以呢由小叫到大，阿爸就算他有些可能很特别的称呼，大家可以分组的时候或者你见开弟兄姊妹的时候，哎，你怎样叫我爸的，这样你怎样叫爸爸的，这样。但是这些呢是很亲切很自然的东西来的。对一些可能由小没了爸爸妈妈那些呢，特别没了爸爸那些呢，是好像我这样就是了。我真的不知道由小到大人听人叫阿爸叫爸爸叫爹地，我自己一种莫名都初初就不太惯，后来都惯了。但是我发觉原来对我们的成长都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呢就我发觉原来自己很多的事遇到困难不得来到阿爸面前呢来到去嗲一下他。嚟伏喺佢膊頭喊啦，其實依啲好多嘢咧變咗自己要頂硬上咁樣，就真係咧，原來都影響咧我點樣去理解天父啊！當我初初認識上帝嘅時候咧，我真係就好似拉比文獻裏邊咧啊，呢個係上帝啊，上帝係我嘅父親，好啊，咁但係呢個父親咧，即係我要去孝順佢，我要去啊。来到去尊敬他，是这么多了，就不懂得呢是来到天父的面前呢有那种的亲切啦，有那种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到嗲一下他啦，这样。但是感谢上帝啊，天父比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更加好更加完美，他知道你知道我，纵然我没有世上的爸爸，但是上帝比我有机会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在我生命当中，上帝安排成为我的 mentor， 成为我的代父的，就弥补了我没有父亲这些的成长而影响对天父那种的信靠，那种的亲切。不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来到这位父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很自然地，我们不需要装作，也不是因为好像拉比文献里面好像我以前那样一些责任，更加不是好像这个第六章第五节那些人在十字路口祈祷来到去，来到去骄傲表现自己，也不是好像第七节讲到那些人祷告很长以为长就蒙应允，是祷告有着数的，而是真真正正来到去很亲切的来到天父我们的阿爸的面前呢，让我们都把握我们来到阿爸的面前这位的父亲，我们来到去凡事的来到去向他倾诉。好了，但是这个阿爸呢不是一个普通的阿爸嘛，这个阿爸呢是天上的阿爸，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刻意呢就有天上边和地上边的比较，神的旨意在天上，我哋行，我哋在地上。咁天上系乜嘢咧？咁圣经里边咧都有讲到嘅，就系虽然间圣经呢个天呢个字咧可以好多唔同嘅理解，有啲就系啲云彩咯，就系呢个天空咯。但系喺圣经特别喺旧约亦都提到咧，天咧就系上帝嘅即系个所在嘅。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如果在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记得这个雅各见到这个天梯，是不是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上面就是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面。我们的父是天上，这个天堂天上
我相信亦都唔係一個所謂嘅一個嘅地方，我哋可以揾到嚇。呢個係一個係一個唔單止係一個地方嚟嘅，喺呢個上帝所在嚇。但係佢係有一個明顯嘅分別，我哋喺呢個地上喺時間空間嘅裏邊，上帝喺時間空間之外嚇，佢喺天上邊。咁呢個嘅位格。天上面的父是怎样的呢？首先提到呢，他是圣的、啊、英文就是 Hallowed be thy name，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既然间上帝的名是圣的，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即是不是跟我们一般这样的，是分别的 Hallowed， 就是、啊、分别出来、啊、好，那为什么我们要祈祷呢、啊、要上帝的名被分別出嚟咧？如果既然間上帝嘅名係聖嘅、神聖嘅，點解我要咁樣嚟到祈禱咧？因為我哋冇將上帝嘅名分別出嚟咯。嚇、啊！我哋嘅生活、我哋嘅言行，我哋冇彰顯佢嘅分別出嚟嗰種嘅聖潔咯。啊！所以耶穌教導我哋。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首先我自己，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生命来到分别为圣，活出一个合乎上帝圣洁的生命，这个是我们的祷告。不单止圣洁、啊、这位的天上的父呢是一位君王来的，在哪里有讲？有愿你的国，有国就有君的啦，是不是？即是上帝的国降临，即是说上帝是一位君王，他的国不是在这个世上的，上帝的国在他的掌权里面，他愿他的国能够完完全全来到去掌权在这个地上，以致他的旨意能够被进行，就好像在天上一样。这位上帝是掌权，是作王的。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又有没有一个的顺服在这个王权底下里面的呢？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这样教导我们去祷告、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的生命是不是分别出来的呢？愿你的国降临，我是不是顺服在这位君王的掌权的底下呢？天上面的父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友合。他又是慈爱、信实，但是他又是大能、圣洁。这个是让我们基督的信仰与众多的不同的宗教那种最大的分别。有些就是讲到他们的神是很大能的。好圣洁嘅，好威严嘅，系你唔可以接近佢嘅，好高不可测嘅。有啲咧就系、是、好似啲希腊神话嗰啲咧，佢可以同人咧发生关系嘅，佢近到，但系咧就冇晒道德伦理，冇一个绝对标准嘅。但系我哋嘅上帝系天上嘅父亲，因为佢嘅系佢系天上嘅父亲。又慈爱、信实，又是大能。咁呢个对我哋嚟讲就是一个好安心、啊、如果我哋遇到困难、遇到我哋、危险、遇到我哋唔知点算嘅时候，我哋真系可以放心，呢位嘅父亲会供应我哋嘅需要，佢会保护我哋，佢会赦我哋嘅罪。但系亦都同时，我哋存一个敬畏嘅心。啊，呢个当我哋咁样向天上边嘅父祈祷嘅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全然的交托在他里面。好了，第三就是讲到呢，我们在天上的父。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十四至十五节，虽然间不是在一个主祷文里面，但是马太就将他特别直接继续加入去在这个阿门之后，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的过犯。如果你们不饶恕
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去祈祷，不是一个的门徒，不是个别的门徒，是所有的门徒。刚才我提到马太福音，这些的特别在登山宝训里面，是一些所谓的天国的伦理。马太将它组成在一连串的这些讲道里面，特别呢马太因为是公元80年后写的了，当时的教会呢已经开始慢慢成形的了，不是好像《使徒行传》早期的时候，三四十年的时候，主后三四十年的时候，那些的这么爆炸性，这么突发，这么多这些的不可预计的这些的初期教会。过了四十年了，教会开始已经有定型了，有领袖了，有一些的执事了，有一些的监督的了。所以呢教会里面呢需要有一些的教导。所以呢马太呢就特别呢将耶稣的一些的教导呢就将它 group 埋，好像一些的 sermon 这样。不是说它作出来，乃是它将它编辑，以至呢当时的教会呢可以理解，以至他们去听到，以至去进行。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个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身体里面的。特别在路加他那个的记载的里面呢，就是一些的，我相信路加呢因为一开始呢他讲的嘛，他要去写给这个提俄菲罗，他说从起初从起头他就详细考察，按照次序写给他看，要知道呢他所信的是哪个嘛。那如果我们有理由都相信路加写的时候是按照的次序，那如果我们看呢十一章之前呢，你就发觉呢耶稣的门徒呢其实呢都有一些事情呢，叫即可能耶稣要透过这个主祷文的教导呢都提醒他们的。路加福音第九章呢讲到呢门徒呢争先争哪个是做大的。然后呢就对一些呢有些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但是不是跟他们一处呢，他就看不起他们，叫他说耶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更加呢当他们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村落，那些人不接纳他，撒玛利亚人不接纳他，他们竟然间呢跟耶稣说，耶稣啊，使唔使我哋吩咐有火喺上面喺嚟降下嚟烧咗佢哋啊？咁样啊？耶稣，我相信主祷文嘅教导都要咁样嚟提醒佢哋，唔系净系我哋个人，我哋唔系排他嘅。特别喺主里边，喺教会里边，我哋相信咗耶稣嘅时候。纵然大家可能我们的做事的方法、看的角度、我们有能力、我们的恩赐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却是要在主里面一起去向天上的父来到祈祷，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有一次在这个的美国心理学学会有一次的开会里面呢，有两位的专家，一位是一个的大学的教授，另外一位呢是一个的心理学家。那他们就分享一个的调查，这个调查呢就是他们找了11对呢这些的管弦乐团，很出名的管弦乐团，咁啦，就然后咧就分享翻里边嗰啲嘅唔同嘅，你知管弦乐咧分开唔同嘅部分噶嘛，咁嗰啲人咧就对其他嗰啲嘅嗰啲部嗰啲嘅嗰啲乐手咧有啲咁样嘅评价喎，咁结果咧系点嘅咧？佢话有嗰啲嘅敲击乐嗰啲敲击手咧，即系打鼓啊、打锣啊嗰啲啦，咁咧就被视为咧。那些人不敏锐的，很钝的，是听不到人的，不肯听人的。不过呢这些人呢
都幾所謂 fun loving 嘅，都幾好幾有趣嘅。嗰啲絲弦樂手咧，即係譬如好似嘅小提琴啊、中提琴啊、吉他啊依啲咁啦嚇，嗰啲咧就被評價咧就係嗰啲好自大嘅、古板嘅，同埋咧嗰啲人咧多數唔做運動嘅。嗰啲嘅低音手啲 bass 啊、大提琴啊等等，咁咧佢認為依啲人咧係好嘈嘅。嗰啲管樂咧就即係可能吹嗰啲嘅雙簧管啊、簫啊、喇叭啊依啲咁樣嘅咧，就比較少受批評，因為依啲人比較靜嘅。不過咧，靜得嚟咧就過分嚴謹啦，有點自我添。嗱，喺淨係一個咁樣嘅管弦樂團嚇，已經咁多唔同嘅差別。他們的性格啦，他們的看法啦，還未加上他們的經驗啊，他們的演奏的那種的心得啊，等等，怎樣可以走在一起呢，去奏一些這麼漂亮、這麼美妙的樂章呢？其實答案很簡單，無論那些樂手他來自哪裡，他對啲邊方面嘅專長，佢嘅感受係點樣？佢嘅睇法係點樣？佢啲通通都要放低，佢哋要聽呢一個嘅指揮，佢要聽佢嘅指引。咁樣咧，佢哋就可以演奏好靚好靚嘅音樂。教會一樣。教會卧虎藏龍，不同的恩賜，不同的才幹，不同的人生經驗，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性格，什麼都有，所以教會怎會悶啊，各位？但是教會怎樣可以來到去見證這個生命當中最美麗的樂章呢？我們就只可以聽上帝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元首。在哥林多前书12:13-14，好易记下12:13-14。那里哥林多就真是一个很混混乱乱的教会，恩赐都乱晒，使用都乱晒大龙。保罗就是这样跟他讲，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一位圣灵，从一位圣灵受洗的。成為一個身體，這個身體就是基督的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所以身子原是一個，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它是身體一個而已，但是有不同的功能，有手有腳，是不是？有手指，手指都有，一隻手都有五隻手指，腳趾都是，都有不同的運作功能，但是都是一個身體。好似呢一個嘅管弦樂團咁啫嘛，各各有唔同嘅功能。你諗下呢個管弦樂團，全部都係敲擊樂，咁就嘈到不堪噶啦嚇。全部都係絲弦樂器，咁就好單調，冇其他嘢噶啦。但係基督嘅身體嚇，基督嘅身體裏邊有眾多嘅肢體，我哋就係咁樣嚟到去一齊嚟到演出呢個基督耶穌基督美麗嘅樂章。我哋應該點樣？来到去顺服在这位的我们的主耶稣里面，我们以致我们互为作肢体呢？我们在天上的父，一个很亲切一个的称呼，而带来我们向这位天上的父我们合而的祷告。不知道我們怎樣來到祈禱呢？不知道我們現在面對著什麼會影響我們呢？在猶太的拉比的文獻裡面，我發現有一個的記載覺得很有意思的。猶太人很多時候都是在這些的受壓，在敵人的攻擊，在左鄰右里那些的強國
嘗試咧嚟到侵略，並有好多嘅時候，佢真係因為佢哋自己嘅犯錯啦，上帝嘅管治啦，啊被掳啊國家嚟到去啊被人侵佔啊，但係喺佢哋嘅有一個嘅記載裏邊，佢哋咁樣描述嘅，佢話咧好似啲百合花咁樣，啲百合花生長喺呢一啲嘅荆棘群嘅裏邊。佢話當啲南風吹嚟，就吹到佢呢啲百合花挨咗落去呢啲嘅荆棘嘅裏邊，就會刺痛。好啦，當啲北風吹嚟嘅時候，又吹到去佢哋挨咗落去另外一邊嗰啲嘅荆棘，佢哋又會刺痛。但係雖然係咁樣，佢哋知道佢哋一路係向住上邊嚟到去成長嘅，佢哋望住上邊嘅。佢話呢個同以色列一樣，雖然間我哋俾周圍嘅鄰國嗰啲嘅強國嚟到去侵略，我哋都成為佢哋嘅階下囚。但是我们仍然是仰望我们的天父，他在天上面。我觉得这个给我们有 很深切的提醒，是不是？既然刚才我们说犹太人的拉比，其实他不是真的很理解，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理解天上的父是怎样的。我们认识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了，叫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了。我们应该更加去珍惜把握我们来到这位亲切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是我们一起的天父，我们来这样向他祷告。有些问题我们一起反思，在我们的小组也好，在我们的团契也好，在家中，让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想想主祷文的教导。在最近你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形态，又有什么给我们的提醒呢？到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公式啊，是一个不断地用很长的说话希望谁听啊，因为我是表演我自己，我是多么神圣，多么属灵啊，因为我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倾心吐意的呢。第二，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曾经跟神很亲密的时刻，你真的是眼见不到的，甚至可能有弟兄姊妹眼见到的，见过耶稣的。但这个是多久之前的事呢？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现在第三，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分享一下在我们祷告当中领受到的神给我们的功课，还有呢主去改变我们一些的经历，好吗？我们可以一起来到去分享彼此的激励的，我们同心来到去祈祷。天父，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愿主教导我们去怎样祷告，以致我们祷告能够蒙神你的喜悦。多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啊，主祷文，主教导我们怎样来祈祷的。我们在天上的父，父，你名是多么美，荣耀遍全地，在祷告良神静观你的美，恬静我沉默主座前，无用多片言，
在祷告前，你已清楚我需要，求赐我信心的眼睛，风暴里仍够恬静，全献我信服的心灵，由你完全来带领。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今日我求问主的国，求问主的义，王的旨意如阳光遍地彰显。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国度权柄荣耀全属你，直到永远。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Amen。咁夜神啦，亦都感謝牧師俾我哋嘅信息啦。啊，咁我哋都喺呢一個嘅特別嘅日子裏邊啦。啊，我哋都再次嚟到獻上感恩。咁我哋咧係先為著我哋嘅奉獻嚟到祈禱。咁因為喺 lockdown 嘅過程裏邊啦，我哋都大家都翻唔到嚟教會。咁如果你有奉獻，你係願意嚟到去作為愛心嘅禮物嚟獻到神嘅面前嘅話咧，你可以用網上嘅方式啦。啊！如果你唔習慣，咁唔緊要噶，咁你都可以留起，然後咧等到咧翻到教會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嚟到去奉獻嘅。咁我哋都一齊嘅同心為奉獻嚟到祈禱。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讓我哋每一日有足夠供應。你係我哋嘅天父，你係賜下你嘅恩典。你讓我哋喺地上衣食無缺，我哋獻上感謝。都但願我哋嚟到去每日過我哋嘅生活嘅時候，我哋都知道你個供應係咁豐富嘅。為著你俾我哋有每天有生活有足夠嘅供應，我哋都想念到我哋身邊有好多人有不同嘅需要。求你教導我哋識得用感恩嘅心嚟到過每天嘅生活。所以當我哋奉獻嘅時候，無論喺金錢我哋才幹、我哋嘅時間各方面嘅奉獻，都係蒙你自己嘅恩典祝福加上你自己嘅憐憫喺我哋每一個人嘅身上。我哋为着你俾我哋有呢个奉献嘅权柄，我哋多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咁跟住咧，我哋报告咧就冇乜特别嘅报告啦，因为呢啲时间咧好安静。不过有一个嘅大喜嘅信息，
就係咧呢一個嘅嚟緊嘅星期三九月九號啦，就係我哋新選出嘅執事啦，呢一個嘅 Peter， 咁咧就將會組織新嘅家庭，咁我哋都求神咧特別祝福。咁如果你唔知道邊個係新娘啦，咁你可以打聽一下。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教會書記嘅男生，佢嘅千金Letty。咁我哋咧都奉主嘅名祝福呢個新嘅家庭，願神嘅恩典係不斷嘅係嚟到賜福，同埋咧呢一個嘅男生男太佢哋嘅一家，我哋都為著佢都係好高興好歡喜。不過咧，因為喺呢段期間咧，咁呢一個嘅聚集嘅人數咧好有限制，咁所以咧都盼望大家咧喺家中亦都係用禱告去祝福佢哋，咁。好啦，而家咧就嚟到我哋系背圣经嘅时间啦。咁咧就我哋上个月咧就已经读咗啦。呢一个嘅话我哋要圣洁因为我哋天父咧系圣洁嘅。咁呢个月咧同牧师就拣咗另外一节嘅圣经啦。咁呢节圣经咧就嚟应节嘅。因为呢个礼拜咧就系父亲节啦。不过我哋出唔到街食饭。咁所以咧呢节圣经就提醒我哋嘅。呢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我哋一起来读吧。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读多一次好吗？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今日是第一个礼拜啦，咁我哋仲有三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我哋先至背，咁咧盼望大家花少少时间啦，都记熟呢一节嘅圣经。咁当我哋要准备去散会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凭信心去接受神嘅祝福。咁如果你喺屋企里边咧，你可以嘅话，咁都可以咧一齐起立嘅。我哋同心嚟到将赞美归俾神。天父，多谢你俾我哋能够喺呢一段咁样嘅时刻里面，我哋都仍然可以同心去敬拜。但愿我哋都将一切嘅尊贵、荣耀、赞美归俾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神。又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常与我哋众人同在。尤其是喺我哋中间每一位作父亲嘅，都蒙你特别嘅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守每天看顾你